我的心脏病高血压犯了，你尽快从四川那边跟我过来接我。老婆，我不能干活了，我不能干活。Later。孩子们上课。光阴就像那流水。你怎么还买白酒啊？4块钱，别说我了。我这哪是说你啊，我这担心你的身体，能喝那么便宜的酒吗？咱买五粮液去行吗？行吗？行。五年了吗？现在没找到钱啊。那咋找嘛？咋个找嘛？马上就回来过年了，妈妈在不在等你呢？我这辈子没想过要活很久，把养我的人养老，把我养的人养大，至于自己吗？就交给时间了。一直都给你最初一样的感动，经历了患难其中，聚散困在其中。现在你别抓工吧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我也在乎。你这每天都这样吗？老太不吃饭了，你家里就全靠我吃饭了。老子一个娃儿是老太，老不是儿子，看着跑一趟能挣多少钱？真是。所以说你们两个不要害羞，你们两个现在才23岁，是个处男又怎么样嘛？一位工地搬砖的残疾男子感动无数网友。工作时，男子用嘴吃力地咬着绑好砖头的绷带，双手撑着地，一步步向前挪动身体。男子为生活努力的样子，让人看得既心疼又感动。男子称想给妻儿和孩子一个温暖的家。网友评论道：“他嘴上叼着的不是砖头，是生活的重担。”为他点赞。要不要我给你收走？啊，那你收走吧，我这还有点，你要不？啊，我要啊，那我给你拿回来啊。应该这个我也不用了，拿走吧。好，能拿吗？能。喂，小伙子。哎，大爷。这边掉了这个钱，你看是谁掉的？这是我给你留的钱，你拿着吧啊。其实我是个捡废品的，我不是个乞讨者。那你拿一把，大爷，你看您这个腿脚不方便，捡个废品挺不容易的。其实我这个腿不方便，但我有个两双手可以动，有我双手挣钱维持我的生活，这个钱我不要。我把自由的灵魂。好
烂了都，我妹今年才3000块钱是个头，我基本上都是挣工资的半死。那时候房贷我每个月都要还6000，我车贷都要3000多，我这衣服都穿了15年了都没买。天这么拼命的赚钱，你不要命了？医院都是先交钱再看病，你觉得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今天做6个月，我们都在用力，别听点了，也不要了，我一天都别干了，我给小孩挣，给小孩看病挣个钱，我挣不出病。酸甜苦辣你心过也最苦。那我准备离婚了。你不再想想啊？吃他钱，你想我有没有？我不吸烟，不喝酒，待他好，待他好，我这个好丈夫，好爸爸。这个夜班我才说，我倒挣不住钱，我连个好人都算不上。我说这一路真的好累，担当的压力。我是个做不出来，都会小小的，不小小的，为了我，就可以看几次电话机。家的时候就看到老爸一个人孤单单地站在门口，我老公一下子情绪控制不住就哭起来了，看着确实。这不算你的快乐，我问的是你的快乐。我的快乐就是你不是真正的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的手生注定是沧桑，到家了比吃了肉还香，心里比没喝到水心里都是甜的感觉。吃上吃方便面，反正方便面 吃完了、没事，反正晚上不干活的时候吃不吃饭都可以。怕人不怕。哎哥哥，行，哎你咋睡这儿了呀？你这喝多了？我咋睡这儿啊？你给打个电话把家人叫过来吧。不能叫，不能叫。为啥不能叫？没脸，没脸了。孩子马上开学，学费还没凑够，我今天还把工作证弄丢了，我都没脸回家。这样，电话给我，我帮你打。爸，你赶紧回来吧，我不上学了，我不要你那么辛苦，你一个人把我带大太累了，我去打工，我也能养家。放心吧啊，学费已经凑齐了，我跟你爸在一块吃饭了，一会儿要回去了，你安身上学啊。我刚才把电话已经存到你手机里了，明天上午给我打电话，来公司上班，我先预支给你3个月的工资，孩子上学的事要紧啊。哥，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。3000-4000的工资，可是你想让他带给你3-4万的生活标准，他做不到吧？你就骂他无能窝囊废。那你说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去找一个能赚3-4万的人啊？是不是人家一眼看不上你了？第二个中午都吃这吗？走回家不干了。一根结局是难以释。
你好，王总，我不好意思进来，我马上回公司。喂。我曾被无数的冷风吹透我胸口。大哥，再难也不要低头，因为低头可以双下巴。